我们来用 GT106 转换之后，用这个9到18伏的设备来配合它坐车。首先，它的电压是30伏，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。电压正来了之后，显示是30伏，给到 ECU。也是显示30伏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K 线，K 线是29伏，这个是9到18伏，所以我们来确定一下 GT106 的转换。12.8，输入是30伏，现在是显示输出的是12.79。那么这样子我们接这个就能保证它是安全的。然后我们来诊断一下。